跳入碧绿色湖，揽海豚极速潜行。离大溪地本岛最近嘅摩尔维亚岛，出名水清沙幼，碧绿色湖一望透心凉。其中呢间酒店仲将天然海水引入酒店附近嘅色湖，开辟成海豚中心，俾住客同埋海豚嚟个近距离接触。只要俾多3000多元参加 Advanced Package，就可以又摸又锡，再抱住海豚潜水。不过亲亲海豚都要守规矩噶，先进入内湖区同准备海豚混熟一下，可以轻力摸摸佢嘅身体，顺道认识埋海豚嘅习性。原来海豚服从性好高噶，好似教练一声号令，海豚即刻沉底玩吹波仔啦，再俾手势就即时刹停，跟住到气浴啦，就系同海豚潜行。先闭气，揽实海豚喺水底极速奔驰，短短10秒已经感觉刺激又够 free。压轴表演系加速跳出水面再潜落水底，动作快啲，肉眼都跟唔上啊！原来海豚系靠摆动尾鳍推进，每个钟头最快可以达到30公里噶。